古伟教授，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，武汉话剧院国家一级演员，长期从事表演艺术研究，陈以形象首位扮演者，主演过十多部话剧，并在七战七捷、新四军等40多部电视剧、电影中塑造过开国元勋陈毅形象。冯广海，著名书法家陈毅特型演员正骨专家。冯广海先生1971年出生于河北邯郸，身高176米。在电影《陈毅在赣南》中饰演陈毅。刘希田1938年12月6日到2003年11月7日，男，中国电影演员，1938年生，2003年11月7日因心脏病突发不幸逝世，终年65岁。个人作品有梅岭星火、风雨下中山、黄桥决战、巍巍昆仑、开国大典等。黄俊鹏，原名黄鹏，1973年10月23日出生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，中国内地影视男演员，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。1997年黄俊鹏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的一名特型演员，并在朱德上井冈、蓝色摇篮等多部革命题材的电影中饰演陈毅元帅。冯黎，男，共和国伟人陈毅元帅特型演员，现任中国红伟人艺术团团长，陈毅精神研究中心执行主任。陈鹏，陈毅元帅的特型演员，是中国最知名的12位特型演员之一。